这是什么矿？好的，进入决赛圈了，我们只要勾到一个天命圈，在这厕所附近就一定能吃鸡。兄弟，你的嘴开过光吗？天命圈，那必须的。那这个厕所结实吗？法国进口梧桐木，能够防盗、防炸、防子弹，只要对面没有车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这是什么情况？盒查应该没人了吧？我觉得行差不多。有逼了，小子，你不是肥呀？你有没有那个四倍、八倍？滚！这边有个盒子，我操，八倍镜，吓死兄弟！这么肥的吗？快点捡，快点捡！去你妈逼！惊不惊喜？意不意外？刺不刺激？难不难受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来自二楼啊！要笑 ，baby， nice， OK。哎，这谁呀、啊？啊！我这两个人，哇！我的果，我看到我自己的标点了。哇！哎，这个队友还在他妈那个仓库那儿，算了吧，退了吧，我们退了。我要等会儿，我要把身上的装备，我操，消音酒吧可以都藏起来，然后我再死。是俩了，这俩了，我开车去了啊。OK， 开始找人吧。哎，啊，这是厕所啊，这木房子，哇，一个，哎，我操，这么骚是吧？压死俩，那个屋子里面有俩人，但那屋子能撞，你知道吧？啊，就直接撞死俩，我去，你说太搞笑了，我操！